玉里镇公所为玉城部落聚会所进行验收程序，公所函文通知设计公司、监造公司还有得标厂商到现场，发现聚会所现场有几处重大而且没有按图施工的缺失，玉里镇公所在近期将责令厂商限期内改善，之后呢再择期办理第二次的复验。绿色的草皮，简单的建筑线条设计，这里是玉里镇玉城部落的聚会所。玉里镇公所为了玉城部落聚会所进行验收程序，公所函文通知设计公司、监造公司以及得标厂商来到场，发现聚会所现场有几处重大并且未按图施工的缺失。不少项的这一些不管是未按图施工或者施工的品质不良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做成记录，那这个记录完成，这个书面资料上达好之后，就会来询问给相关的这个建造以及这个承作的这个厂商，责令他们必须要限期来改善。这次验收是由承商申请竣工，公所排定时间，并且安排查验人员进行查验。镇公所在近期将责令厂商在期限内改善缺失，其后再择期办理第二次的复验。公所一定会秉持着让我们未来乡亲跟族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完善的这些设施方向来进行，请各位乡亲能够放心，公所会严守立场。近日公所将严格以正式公文行文给本案的设计、监造以及得标厂商，势必要给玉城部落聚会所一个良好的全新面貌。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